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关心最新新闻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、嘉义县海区立委候选人蔡依依、鹿草乡后援会伫今仔日成立，吸引上千名的支持者声援。蔡依依强调，蔡英文当选国会过半，国境南移、布袋港扩建以及里农津贴9000块等政策一定会实现。伊承诺绝对会照顾嘉义县的乡亲，让嘉义更加进步。欢迎支持蔡英文，支持蔡依依，就是支持嘉义的进步。选前开打，蔡英文、蔡依依海区乡镇后援会陆续成立。27号伫鹿草的宜山宫成立鹿草后援会，新任大会现场涌进上千名支持者。仪式伫电音三太子精彩表演当中，甲开始播。馆长陈华官、立委陈美文等人到场助讲。后援会由鹿草乡长林木辉担任会长，会长村长出面徛台，并且送上包仔、肉粽，向前动算。咱知影讲嘉义县是一个农业县。所以呢，要安那真真正正吼，唔是干那找你讲农民立委啦，爱下当吼，争取咱农民的啊权益的，这才是真真正咱要需要要爱的这个啊，这个立法委员吼，啊咱哦嘉义县的立委、海区的立委，都是爱真真正正爱会当替咱嘉义县的中央替咱争取，唔是伫中央替咱揪后脚，啊选举也选输你做报复的是种立法委员，所以吼，而且吼啊。咱的乡亲吼，啊，咱所有吼，即个乡亲会当伫交个就是，即届吼中中央政权的一个选举吼，不是地方政权的选举，中央政权的选举的影响着咱未来台湾的走向吼，这是真重要一个主权的一个选举吼。蔡依依强调，蔡英文当选国会过半，高雄南医、布袋港扩建以及里农津贴9000块等政策一定会实现。伊承诺绝对会照顾嘉义县的乡亲，让嘉义更加进步。欢迎支持蔡英文，支持蔡依依，都是支持嘉义的进步。新闻中台新陆超强采访。